名吼，啊，我想着拢是一条歌，凊彩就一条歌。对啊，台湾小吃就甲创创落来，蚵仔面线，漂亮啦，啊，无啥物酸翁来啦。啊，对。那翁来拢足甜的，当咧酸你搞好。嘿妹，会酸不用钱，真的。欸，不甜不用钱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过境甜安尼啦，爱改甜用来吼。嘿啦，嗨，我问下这个，不同款的歌吼，哎，这个作词作曲而已哦，也突发奇想嘞，干嘛讲？欸，这条啊，改做吼，迄歌名，互人记会条啊，对，就袂输到你这条青春的肉体同款。嘿啊，有诶，干嘛讲吼？欸，听到歌名，这条歌可能内底。歌词会做煽情的咧吼，结果无咧。对啊，还好，不会不会。意思就讲爱好好把握青春啊，吼。啦。来抓住青春的尾巴吼，你的青春尾巴是什当时咧？每一个人吼，我所谓的青春，伊都会感觉讲我的青春可能28岁啊咧。嘿。而你的青春咧，定义差不多是几岁？20。20哦。对。这么晚。哎呀，有的拢好吧，20，有的就当高，我就讲18岁，啊，无就什么国高中毕业。因为我觉得20才是真正的算。大人啊，要开始大人啊！哎呀，对对对，好呀，20岁还有投票权啊！对啊，嘿，再有感觉讲，真正会当迄个去投票，再来做中国人，对，啊，毛呀，每次啊，对这个青春的年华定义无同款啊咧，无同款，我逐天拢做青春的啊，哎呦，会干嘛讲吼？啊，我安尼啊，搁有小姐会当开，啊，搁有迄个搭讪吼，啊，搁有迄个魅力，迄我着拢足青春的。是，有个人的定义是安尼啦。对对对。啊嘛，回头人讲吼，保庇大家啊，拢会当有一颗保持的青春的心，虽然没有青春的外表吼，但是我们有一颗青春年轻的心。未来目前看起来，大家拢搁足少年的哦。吓，今仔日啊，今仔日大家，我拄只带阮甜甜落去吼，今仔拢又记阮甜甜看啊足欢喜的咧。真的咧。我甲讲吼，你介意，你得甲出过，伊讲我足想要大家拢甲出过啊咧。我甲他看到只全部，我拢感觉比阮老师搁较少年。你超无礼貌。哈哈哈。我老师袂当收少年，迄因讲伊就袂晓晓死的。哦。我专工叫这个。老的老婆听，对无？对对对对。这个来保证给大家吼，哎，听伊歌啦吼，袂感觉长耳，嘿，对无？而且呢，这个伊话咱那个玻璃，我的麦克较好讲诶，伊脚真会翘起来啦。我来讲诶，少年的 DJ 有少年的好处啦，真的啊，老的嘛有老的好处，麦讲老的资深，资深，他真的很资深。诶，人伊较早出道，较早咧滑稽啊，对嘛？足老的啊！人伊无几岁啊，今年才开，今年才参加老人会。啊！这假假，无影啊！我即摆老人会吼，咱较早老人会来15岁啦。啊！以前哎，我们咧老人会拢爱65岁以上才会当参加哦。对，啊，阮即摆听哦，听讲阮早早要来降低年龄层。60岁就可以参加。60岁，对，因为为什么你知无？为什么？因为老人会想要会当去游览佚佗啊。对啊，对哦。啊，游览佚佗，有诶人去80岁已经无法度行啊。啊，有啊，较歹佚佗啦。可是现在的人，现在的人都活得蛮老的啊。对，啊，都躺在床上比较多。还是没有啦，我。对啊，我没讲。哎，我意思是讲吼，降低我们的年龄层60岁吼，我家的老人会，家老人阿伯阿姆吼。会感觉讲家己足少年，降低平均年龄层啊！真的，对，就敢那考试同款，一考100分，剩的拢无及格，了平均值就袂过啊！哦，安尼啊，分数。我就是毋捌考过100，无怪我拢无及格。你爱摕一考究较悬的，你爱补迄几落考较低啊？安尼平均值就及格啊！我最高就是99而已。哦，安尼真正就无法度啊！99该拍。对啦，阿爸讲吼，差一分你唔敢退啊。对啊，我阿爸拢叫我罚跪哦，所以差一分一定应该罚，这爱拍阁愈掉。所以我后盖拢唔爱考迄有及格的。我差迄一分咧，我拢甲我老师讲，老师你要得到100，啊无你甲我减到90了。对，90还可以有那个进步的奖。嘿啊，对啊，真的。99分一分人家怕死。嘿啦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你是看爱困啊，是咧度久？啊 ，Hello。歹势啊，姐姐无啥好看嘞哦。弟弟，等下我叫伊尽量骗着，尽量骗着，你较早当大人啊吼。啊，来，再来听歌，继续安排水晶花，谢谢。迄两个双胞胎啊。嘿啊，口罩拉下来，应该就。你看，来看一下，姐姐看一下，谁是姐姐？她姐姐哦。姐姐为什么不举手？哦，不像。来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！
让恁代代出着好子孙，年年有子孙，百子都会当传子孙，谢谢。谢谢，来来。